今、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华德，来我们的魔灵召唤克罗尼克战记。好，先来看 Facebook 吧。只有一个资讯啦，就是序号码优惠券，这个我这几天都有分享了啊。明天应该说我发布影片之后，应该还会有一组啊。哦，它还会更新。好，那我们回来游戏。怎么有点小声哦，音乐。好，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这一只熊猫，风系熊猫。我刚刚已经把它练起来了，因为为了要体验啦，反正到时候还原时还原就好了。好，进化之后叫风焰，技能还没满啦，我技能还差一点点，还差一些。我觉得技能归技能。技能是虽然有加战力，但是实际上觉醒，我觉得啦，技能是虚的，虚战力，然后觉醒的是实战力。怎么说？就是你觉醒可以加你的攻击力、防御力、提这些基本属性嘛？那技能没有啊，技能只是增加你使用技能的一些效果啦、趴数啊，所以你这个打人没那么痛。如果你的觉醒不够高的话。被打也比较痛。简单说，如果我这个技能没有点的话，我的战力大概在接近7万而已，6万多。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6万多的魔拟，因为觉醒不够高。那你觉醒要够高就要碎片嘛，熊猫50的碎片。所以技能只是让你可以提升战力，过那个战力要求的门槛。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只吧。这只简单说，它就是一个 PVP 的魔灵啦。如果你不玩 PVP 的话，可以不用练，也不用特地抽。我是刚好抽到嘛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图鉴的话，上一期有稍微介绍，我们再稍微给大家带过一下。这次我不是云玩家啦，因为我刚真的有稍微玩过。这是用武器打人嘛 ,100%。这一招其实就是可以解除弱化效果，所有自身，然后会回血 ,10 秒内回血。所以它会蛮肉的啦，因为它会自己会一回血嘛。那这一招就是一个范围，一个在它身体会有一个绿色的一个很像风的这样子转。哦，它会有这个防御力自身比例的伤害嘛，然后有一些反击效果， 30% 几率反击。哦，然后也是跟那个攻击力还有防御力有关，所以你可以冲攻击力，也可以冲防御力，反正我就用暴击跟暴伤吧，暴击率跟暴伤吧，大概这样。然后它有一个属性攻击优势啊，好，然后有机会把人家给打飞这样。我刚是没怎么看到啊，因为我刚打那个竞技场都是开自动啊，它还是自动，但它确实不是那么容易被杀死的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吧。这只的效果啦，然后终极风云一个也是一个风云在周围一直转，啊，让人家移动速度减少啦，然后。有一些伤害跟攻击力还有防御力有关，然后属性优势前拉就是把敌人拉过去，这边写脱翼嘛，有一定几率啊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实际放一下技能给大家看一下。技能一是这样，然后就开始回血10秒嘛，持续恢复。回2000多，那我不知道是一秒回2000多还是怎样，反正他就一直跳嘛，跳好久哦，你们可以去算，应该是超过2万了吧，10秒很久嘛，我们再看一次，1 2 3 4 5 6 7
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十六下，十六次，那就是大概三万多嘛。那我这只的 HP 多少？五万多，大家可以回三万三分之二吧。然后他的那个技能二是长这样，一个风在周围，好像会打人啊，被他弄到会打人这样。但是他打小怪不是很痛，不是很痛，不是很痛，就对。我们来试给大家看一下，先打小怪一下。我直接打那个英雄地区哈，我在这边是不是？我就在这了，好，我看看周围有没有怪。我们切一下，我们打一下这个，伤害不高啦，大概跟我的这一只差不多吧，也是惨惨的。这个游戏的战士我觉得都不怎么样，我觉得啦。你们看哦，这个蜥蜴人大概七万八嘛，装防御率。然后这个八万八，但是因为那个属性的关系，你看这个攻击才两千多，我这攻击比较低一点。然后因为我用那个啦，我用防御力的，我这个防御比较低。哦，这个基础属性还是比较厉害一点的。啊，你们看他们其实两个伤害差不多啊，就是如果是打那种小怪比较多的，转转转可能伤害会比较多，因为是一个范围技嘛。他这边这个犬神支数不够多，比较有点像精英怪这样。欸，我快死掉了，他们打我好痛哦。有没有比较弱的怪啊？比较那个多一点的怪啊？这感觉还好欸。反正我刚刚打起来就差不多啦，因为你看跟我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召唤师比差好几倍啊，所以他们就是属于那种没伤害类型的。就是我觉得这游戏的战士真的是很尴尬定位。好，所以如果你缺战士的话，练别只也 OK 啊，不一定要练这一只。就是你只是要冲那个人数，冲冲那个职业的话，有时候你会需要战士的一些职业嘛。我们来那个玩一下竞技场，毕竟他是 PVP 角色嘛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我现在的状况是这个是十万嘛，因为这个有冲到绝十三了。好，就这样。我觉得他也可以用防御啊，不然我们用防御啊，用防御，战力会掉一些啊。因为这个我没有练吧，再练掉一下吧，我没有怎么练呢？好，39万，不知道用防御会怎样。好，竞技场，当然是打这种比较简单的。这我刚刚试打啦，都还可以啊，勉强打得过。这个比较讨厌就是有火上拳，有时候打比较久，火上拳再加另外一个什么水仙人啊那一种的，就是双奶就打很久。我们试试看，不一定打得过，因为他还有水方舟嘛。大家都喜欢用这种，
战士，然后再加双奶，你就觉得很烦啊。我们换个那个暗葬好了，不要让他回血，来不及了，因为技能一出了。啊，你看我的那个熊猫，我熊猫不太会死啊，真的不太会死，我真的不太会死。你看他无敌耶，他没无敌，他早就输了。所以有时候拖很久啊，就是这样。无敌加双蓝，讨厌。不会先打这一只啊，先把他打死好了。这个魔领好像是不是他会跟打吗？这是技能而已啊，所以好像魔领是不够不受控制的，是不是只能控自己啊？还有控这个灵魂链接啊？是吗？我来控一下，不可以动啊。基本上遇到这种双奶加火上拳又打起来比较慢，给他补了啦啊！他有那个他有没有迷离啊？有没有很难打？他就跟你拖时间啊！所以我平常都是怎样？都是把战力拉到40几万嘛，然后打那个20几万的，直接用跳过的就可以了。还在给我补啊，还在给我补一下。哇，水方舟真厉害，我也蛮想要水方舟的。水方舟比较有用吧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那么厉害？好坦啊！我们来打这个水方舟算了，打不死。所以我说，我就觉得这个很浪费时间，打起来就很浪费时间。所以我都干脆用暗杖好了，干脆换暗属性法杖。不过水方舟是不是没免疫啊？我看他中一堆负面，我方舟有免疫啊，水方舟应该是有补血吧？我们跳出来看一下，我方舟我有用啊，很熟啊。就一个免疫啊，然后解状态解两层这样，然后水方舟应该很蛮好用的，应该蛮好用的。可是我没有，看一下哦，你看，加防御，然后加防御率哦，然后恢复自身防御270%。这边有啦，加他防御270%的 HP 啊，就体力啊。然后这解除一个解除一个周围我军的弱化效果。哦，好厉害，然后又回血，解除一个。我们看这个水货解除一个嘛，就是所有我军，就是四个我军，不止啊，就是如果你是组队的话，会帮队友解，所以水方舟也可以，还可以。那我们再玩一场好了，再玩几场，展示一下这个风熊猫。这40万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这边有一个吸血鬼猎人，还有疯猫，来试试看。我换一下暗杖好了。就喜欢玩 PVP 的，你就要去抽一些 PVP 的角色啊。他没有击飞啊，没有什么击飞的感觉。疯猫的话打人很多，但是他被打也会比较痛吧，我想。你看我们的熊猫一打三啊，还不死啊，
啊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，撑不住了，撑不住我死掉，牺牲了。啊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，就差一点点了，差一点点，他都快死了啦。好，我们退出。这种有时候就随机嘛，比较吃随机随机一点。哦，这个面有暗熊猫，这个应该蛮厉害的。这个29万不要打，我们刷新好，我们尽量打跟我战力差不多的。这个应该是来搞笑的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好厉害啊！水牛好像会嘲讽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又是骑士，又是嘲讽。我这个货很烂啊，货很不适合打 PVP。人家快死掉了，货！哇，货好痛啊，死掉了。货太烂，货死掉我就输了吧？可能就输了，不知道。你看我们那个熊猫还是很厉害、啊、哦，熊猫还是很坦、啊、我就说它很坦、啊，自己可以回血、欸。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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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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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战场上，你的熊猫就是这么厉害，被维欧海给撑啊！好厉害！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展示这个熊猫 PVP 的效果。好，我们再玩一场，再玩一场。这个刚刚输了吗？哇，这个怎么看起来好厉害的感觉啊？都是那种猛很厉害的角色。没有接近40万的、欸、怎么办？就这只 41, 这我可能打不过。管他的，我们这个货太烂了啦，货来个水方舟，我就可以跟他们玩，是不是？货有时候会被切啊，就死掉了。我把他们击飞，好像有击飞的感觉。我死掉没啊？就是他离我太远，你知道吗？我中一对负面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中一对负面。因为我这个组合没有解状态啦，没有解状态，有时候你就会输嘛。没有嘲讽，没有解状态，基本上就会输。但是他也太撑了吧！哇，他的奶好强啊，直接奶起来，死掉了。我们熊猫壮烈牺牲了，壮烈牺牲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OK OK OK OK。大概这样，大概这样，一样啊。如果你是玩 PVP 的话，就不太需要用到它了。它几乎都是一打三诶、欸，或一打四啊，超难杀。好，而且我这个刚一开始有看嘛，我觉醒度很低啊。才觉醒9而已啊！如果你是10万的话，那应该很厉害。或者弄到10万战力，应该会更厉害。这些技术属性都会拉起来。好，那我们这期就介绍到这边吧。这只疯熊猫，给大家参考一下吧。我这次我不是云玩家，有练，有稍微玩过了。当然不想用就还原嘛，反正还原时很多，就把它还原掉。因为我刚吃了很多这个恶魔史莱姆啦。今天那个任务我应该解完了啦，这个我要多一个了，工会的委托书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心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